阿女拍艺术照露点，总理阿爸话字好。哇哦，好性感、哦！寿司、八爪鱼、汉堡包都出卖。阿仔玩趴 sofa， 阿女做乜搵啲咁嘅嘢搞啊？其实佢个女依家系读紧巴黎知名艺术学府，辑相系用嚟宣传嘅。下个月初嘅巴黎设计周，除咗史蒂芬妮，仲有其他五个学生嘅作品都被选中。名师赞佢有天分同够用啊，话啲相非常之引人注目，连阿爸都大赞为个女自豪啊。